你自己看看你啊，你比得过别人吗？你比别人长得漂亮吗？身材比别人好吗？你比别人有钱吗？你没有吧？啊，你为啥要求我比别人有钱呢？为啥要求我比别人优秀呢？总是抱怨我那不行这不行的，总是觉得别人就很好，别人就很行。啊，你觉得你比得过别人吗？你有哪里能比得过别人的？自己都比不过别人，为什么要来要求我比得过别人呢？啊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是不是？为啥就要要求自己的对象，要求对方那么高嘛？大家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不行吗？啊？那我比不过别人，我才希望你比别人强啊。那比别人强，那说赚钱谁不想赚得多嘛？啊？我就赚的比别人少，那也是很正常的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就不想赚的比别人多吗？总是想着别人有很多钱啊，别人老婆花的很舒服啊，啊，别人有很多钱花呀，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很穷啊。你这个男人怎么不行啊？总是这样子说我，啊，总是打击我这样子啊。大家都是过生活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是不是？我们组建家庭嘛，就是想要一个家庭生活的更好，我们两个人，互相彼此的帮助嘛。你不能这样子总是数落我呀。你都比不过别人，为啥也要我比得过别人呢？啊？你自己说说你的长相，你觉得你能比得过别人吗？就你这个长相，平时我是不说出来而已的。是不是？我就想让我们家和谐一点，我都不说出来而已的。但是你呢，总是把我的跟别人比啊，我比不上别人就总是拿出来说。你比不过别人，我都不说你啥呀？你家也很有钱吗？你家也不是很有钱呢，啊？啊？你看你身材好吗？你也比别人，你没比别人好啊？我看你，你为啥就要要求我比别人好啊？啊，总是觉得我不如别人，总是我觉得我不帅，我没有钱，给你钱太少了。难道你就能嫁个有钱人吗？啊？难道你就能嫁给一个随随便便就给你花钱的男人吗？比我好的男人也不一定会娶你，就你长这样。今天我说的是有点多了啊，但是我是希望你以后少说我一点。